结婚啦、啊，啊，摆喜酒啊，请那个朋友吃饭啦、啊，这样子都喜欢吃卤猪了。烤那个卤猪啊，还有最重要还是配料，还有那个皮要脆。烤卤猪是香港人的最重要食啊，传统美食。我姓王的，王天，啊，今年60多岁了，啊，做这个烤卤猪呢，30多年了。这个呢是那个猪呢，一个回来呢，把它烫下来，啊，把它弄好了，再摆在烤炉里面，这个差不多一个月吧。摆这个东西下去呢，摆在里面，啊，这个把它弄好，啊，它就不会掉下来了。把它弄好了，然后又像那个卤煮那个水，像是烤出来，比较脆，比较漂亮了，这样子。再摆进那个烤炉里面去，差不多半一个小时都好了，都烤好了。啊，然后拿出来到那个烧猪炉那边烤，4-5分钟都可以烤好了。那个小卤猪啊，有水把它剁一下，这样那个烧猪炉烤呢，那个皮比较脆啊，吃下去比较爽啊。这个火呢，差不多200多度、300多度，一路烤一路看了嘛，这样子看那个猪烤成这么样，这样子用什么火了？这火太。大一点的那个怕它烧焦了，撒点酱在里面，再烤一烤，那个味道都比较更加香。烤卤猪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味道。这个拿过来这里了，啊，就摆在这里，就可以砍了，砍了出都可以了，现在就可以出了。这样摆进去，啊，啊，这样那个小卤猪都可以出了，这样子。烤卤猪是香港人的最重要食啊，传统美食。结婚啦、啊，啊，摆喜酒啊，请那个朋友吃饭啦、啊，这样子都喜欢吃卤猪了。